这名贵妇被这两名歹徒强押上车之后，就从台中的星光山岳移动到逢甲夜市的银楼买金项链。不过其实呢，这一段只有1公里的路程，最短的行进路线只要转2次弯，停7个红绿灯，最快的话11分20秒就能够抵达了。但是歹徒却硬是在台中西屯区绕了1个多小时才到。看似呢缜密的安排的掳人抢劫计划，但是警方就认为说，嫌犯是南投籍籍人，没有地缘关系，也才会让这名贵妇深陷绕路的恐惧之中。这名贵妇在27号的下午4点结束了购物行程，才来到百货公司的地下5楼准备取车。正当这名贵妇准备上车之际，两名匪徒冲上前，一人夹持坐车，另外一人夹持贵妇，轻轻松松穿越台中星光三月这一道无人看管的停车收费闸门。49岁贵妇遭39岁和34岁表兄弟党强行带走，行进路线就这么走。贵妇遭挟持之后，先被迫交出身上的现金18000，但歹徒不愿秀此罢休，还恐吓他要拍裸照，最后将他再往银楼买金饰。歹徒挟持贵妇从台中星光三月前往1公里外的逢甲夜市银楼，我们走最短路线来测试看看需要多久的时间。停了几次红绿灯，拐了2个弯，这段路只需要11分又20秒的时间，但这对表兄弟党却开了1个多小时才开到银楼。贵妇当时疑似开着这一台价值不到300万的宾士双门银色轿车，被表兄弟党的歹徒驾驶，在台中西屯区绕了1个多小时。不过从南投来的这两名歹徒可能不熟悉路况，最后胁迫妇人假扮情侣党下车进入银楼。这对表兄弟党在百货公司的停车场埋伏了将近2个小时，才等到机会犯案。挟持贵妇开往银楼只需要11分钟的车程，不过歹徒却开了1个多小时。这3条金项链买到手，歹徒将贵妇还有车辆丢包，冷静地搭计程车离开。掳人抢劫计划看似缜密，但警方却认为两名嫌犯来自南投，对台中而言根本没有地缘关系，才会绕路行驶。这1个多小时全耗在台中市区，也让贵妇深陷绕路恐惧之中。记者林嘉信、张俊栋在台中的采访报道。